乖仔乖仔婆婆在莫怕莫怕都走开下周骸骨石档案的专栏稿。不行，没有卖点。已经改三次了。喂，你一个人去不就完了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这人阴气比较重，容易招惹那东西，你还让我去？不是，你什么叫带上我比较容易破案？大哥，你当我什么呀？缉毒犬呐？不去。哎，啊，是不是那个特别奇怪的朋友啊？是啊，说什么要找四个人问米，我管他那破事儿呢。问米，一种巫术，据说能够让活人和亡灵交流。这不是现成的素材吗？你必须要去，而且要带上我，现在走。问米，问米。好了，走。不是。这什么情况？哎，你自己是吧？你好，我是玉雷。你好，您就是余主编吧？你好。现在什么情况？这事呢，得从半年前新生入学开始说起。Hello， 我是那个扎心。你好。这个宿舍的上铺不能住人啊。为什么？迎新的时候学长特别关照我们，不然这个宿舍怎么只有我们三个人？听说以前有人在这屋子里自杀，就吊死在上铺栏杆的地方。几天前那个宿舍有人面瘫，他父母找到我，想让我请人问米。面瘫？面瘫找医生呀，问什么米呀？这就是那个面瘫学生的照片，你们自己看吧。这两边的脸不太一样。这也没什么嘛，一张脸瘫一半肯定不一样嘛。不过他说的也没错，这个学生呢只有一半脸瘫了，左边脸是他原来的样子，右边这张脸是当初那个自杀孩子的样子。我去，哇，真他妈吓人，难怪要来问你。你也不用那么害怕，今天啊我请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太太。啊，真的？哪儿的？
我有老年乘车证，免费。这个只能坐公交车，叫出租车。都是车嘛，我不计较。给车钱，十八。哎，我来给。师傅，多少钱啊？我来给十八。十八是吧？十八。果然厉害呀。嗯。这位就是米婆，专门给人问米过音的，有几十年经验了。阿婆你好，这两位是我朋友，都是来问米的。姑娘，你的生日是哪天呀？1989年2月18。你不可以去，你还是回去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要拿第一手资料的，不然怎么写专栏？你得相信我的话，有些东西啊，能够避开就得避开。去邪避魔，不是说邪魔避你，而是你要避开他们。要不你就别去了吧。我说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？说实话，我是不太信你们说的那一套。我今天到底要查个究竟。那好吧，跟我们去吧，反正也差一个人。不过你得听我的话，进去以后一定要听我的吩咐，多说一个字，多动一个手指头都不可以的。没问题。签个字吧。好，一起跟我来吧。怎么一点人气都没有？放假了，都回家了。不对劲儿，我这后脖子怎么凉飕飕的？你站在空调底下不凉才怪呢。爸，是空调啊。那我说呢，现在学生这生活条件这么好。季海，开桌了，都请坐吧。开什么桌？打麻将吗？哎，别乱说，老人家要问米了，老实坐下吧。我老太婆把丑话说在前头啊，我年纪大了怕死，你们让我来我愿意来，但你们让我拼命我可不干，所以呢我只管问米，其他的事儿与我无关。明白明白，您老就专心问米就行了。记住，
香点起来以后不要说话了，不管你们是听到什么还是看到什么都不要管，要不然出的事儿可别赖我啊。哎，你们到底是不是记者呀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寝室有规定是不可以打牌打麻将的。不是，大爷，您误会了，没打麻将，开会呢，开会呢。开会就好，好好好。您放心啊，没事的，没事没事。老家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继续吧。主编终于被我感动了。不过问你的时候抛媚眼不太好哦。
我怎么了？你刚刚晕过去了，还好米婆在，帮你挑沙。挑沙？我录了视频，你自己看吧。我让你别开口，人闷着一口阳气，只要不说话，毒邪就无法入体。你一开口，就会露出空子来。你还别说啊，这空子开得够大的。我还不是为了提醒你，还有心思人录视频。你这个孩子呀，太不听话了。这次问你失败了，那个东西可不是善类啊，最近你得小心点。时间不早了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过两天买点东西去你家孝敬你。东西就不要了，给现金。说好的成与不成都是那个数。你们是谁？在这干嘛？我们是。他们是记者，来采访你那个同学中邪的那个事情。我同学晚上睡觉睡迷糊了，爬错床没盖被子，着凉了才面瘫的，根本不是什么中邪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孩子。你最近笑过吗？当然笑过了。哎，你们出去吧，我还要学习呢，行吗？能笑就好，能笑就好。现在好点了吧？没事了。送我一程，省点车费。你小时候是不是受过惊吓呀？小时候我爸妈说我有一阵儿经常哭。那是你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你老能别什么事都往那边想吗？你今天不是又看到了吗？其实啊，也不算坏事儿，好多人想看还看不到呢。Thank you.
看，吓死人了。你吓死我才对，我看到你站在窗边，我以为你要自杀呢。你才要自杀。给你买的宵夜，主编大人。那老太太怎么那么贪财啊？是不是给儿孙攒钱呢？嗯，季雅说了，老太太独身一人呢，儿子都死了好几十年了，老公死得更早。他儿子怎么死的？我听说是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，路过一个建筑工地，哇，被高空落物砸下来。哎，我下午查了一下那个自杀学生的资料，我要去他家里看一看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他是怎么上吊自杀的吗？嗯，他是坐在下铺上吊的，而且死的时候脸上还挂着诡异的微笑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我要查真相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正好，你们进来吧。记者吧，啊，是的。才出事儿那几年，倒是经常有记者来，这几年少了。以前啊，大学生自杀算是新闻，现在呀、啊，大学生结婚才算新闻呢。你们想采访什么，就直接问吧。李水自杀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？他一直挺正常的呀，出事的前一天还来家一趟，照道理他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压力呀。他就是考不上，家里也会给他安排一份很好的工作。那李水自杀的时候脸上真的挂着笑容？就是啊，所以才有人说他精神不正常。说什么？被考研的压力啊逼疯了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我也在调查学生自杀的新闻。你查到什么线索？这个学校不止只有李水一个人自杀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一共是四个。不过这四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小时候都被米婆收下治过病。就是白天那个死抠门老太婆。嗯，哎，难道四个学生的死都和米婆有关？我也不愿意相信，不过的确是有这个可能。那他到底为了什么？为了儿子。儿子？我们还是找个别的地方谈吧。嗯，米婆是外地人，年轻的时候被人贩子卖到本地，我一个表亲买了她做童养媳。米婆会巫术，治好了许多受到惊中邪的小孩，附近的人都很尊敬她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收治了一个小姑娘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有儿子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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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儿子了。后来，米婆果然生了个儿子。奇怪的是，这孩子从来都不会笑。
他唯一一次露出笑容，居然是死了以后。据说问谜可以把死去的人请上身，你是想说米婆把自己儿子的魂魄请上身，然后附在那些被他治过病的孩子身上？要不今晚我就不回去了，去你家保护你。你保护我？啊，你比谁都危险。
到家了没？你那个楼？什么？我那楼怎么了？喂，喂，喂！到家，刚才有人袭击我。你赶紧回家，我刚和你说的你没听到吗？早上你们那栋楼有个女人上吊自杀了。什么？不在。喂，喂，喂。十二楼，应该就是你说的自杀女人的家里。你去那儿干嘛？那个女人死的时候嘴里含满了生米，眼球也找不到了，肯定有问题。你能闭嘴马上过来吗？喂，喂，喂！
云雷！云雷！来晚了，谁干的？得找米婆。那个女娃从小就有阴液，乖仔乖仔婆婆在，我为她受过吓，帮她封了起来，这个玉佛就是用来镇邪用的。阴眼修成能看到那种东西？一开始是能看到那种东西，就不用怕，到最后他只能看到那种东西，就不用看不见。如果镇不住邪的话，不用怕，到最后他就非死即疯。有过阴眼的女娃，要是过阴请魂的话，那是最好的梅子，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请到自己想请的亡魂。婆婆，您早就知道他有阴眼了吧？在宿舍的时候，您想请的不是李水，而是你的崽，对吧？我确实存有私心，可是我太想见到他了，哪怕听他叫声妈。我有几十年没有听到那个字了。于磊现在被人抓走了，肯定是有人想利用他问米过阴，您是这方面的老手，你一定得救救他。我也只剩下我这把老骨头了，我就算拼了命换那个女娃也值了。那她会被绑到哪儿？如果要过阴的话，最好是去事发的地点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身体可是宝贝啊！嗯，几万个人里边也找不出一个像你这样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我身材还是不错的。你要是想吃烛光晚餐，我们可以换个地方。感情是需要慢慢交流的。我既然来了，就不可能再走。所谓上身夺舍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。就好像人买衣服，也得量体裁衣，合不合适。
如果不合适，被上身的人就会出现各种症状。按照医学的解释，就是排斥反应。所以您以前就是扒人家衣服的？差不多吧。小孩子抵抗能力差，很容易被上身。不过小孩和那些上身的恶灵往往是不匹配的，很容易扒下来，所以我会经常的帮助他们。最容易被上身的还是那些有鹰眼的人。你想想啊，你能看得到他，他就能看到你，这是相互的。如果那些成年人被上身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会怎样？恶灵会占据他的身体，从今以后他就会变成另外的一个人，而他自己就会变成在阴阳两界游荡无主的孤魂。哎，你开慢点。你就看不到我了，你能看到的就只有那些鬼。等这三炷香烧完，你就是我的了。有用吗？你来干什么？不是告诉你别过来了吗？哎呀，那个女孩人不错，咱能不能再找个别人试试啊？等下一个。你心软了？这种有鹰眼的人万中无一，等下一个。你干脆等我再投胎不好吗？可给我问米的那个人，今天他自杀了。你不是想见我才去问米的吗？关键时刻到了，在门口守着。你们不能进去，快让开！我不管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只管我儿子回来。你儿子已经害死一个人了，你还想他害死其他人吗？乞丐！玉磊，玉磊，来！玉磊，玉磊，没有。玉磊，玉磊。玉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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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妈，妈，我是你的明仔呀！你白天问米，
不就是为了请我上来吗？你干嘛还带着他们来拦着我呀？妈，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我就成功了呀，妈。让我上来好吗？让我上来好吗？别信他，他是李水。雨雷，雨雷，阿婆，他怎么醒不过来了？妈，妈，妈，我不是李水，我不是李水，我是你的名字呀。你忘了，我不爱笑他。别信他的话。两这几十年，天天想着我的名仔啊。但你不是我的儿，我们家名仔不会害人的。啊啊啊！爸，爸，快救我呀，爸！我不想回去，爸！啊，救我呀，爸！我不想回去啊！孩子，是爸对不起你啊，阿水。啊，你回去吧啊！啊啊啊啊！再也别回来。阿婆，快点啊！好。有点帮他死而瞑目的感觉。你少说几句吧。应该没事了，让他休息一会儿吧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把这个米熬成粥给他喝下去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好嘞。来，把这个带上。这两天多休息休息，多晒晒太阳。写完了，抓紧排版，刚好能赶上今天出刊。啊，刚刚死里逃生，啊，你还这么有精神呀？就是因为死里逃生，所以才珍惜每刻的时间啊！快点，这是怎么了？
你像有个人头，什么人头嘛？不就是个足球吗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你是不是太累了？要不去沙发上休息会儿？嗯，我去休息一下。 怎么又是你们啊？非得逼着我自杀赎罪呀？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别，哎，我只想知道，你找的那个女人在问米的时候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你儿子会变成那样？那个女人又为什么会自杀？哎呀，反正你们这些神婆没一个好东西，走吧走吧走走。你。 是你吗？爸，我想回来。爸，我想你们。爸，你救救我！爸要怎么做才能救你啊？啊，阿水。 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就到这里吧，钱你给一半算了。你下次别来了。你儿子死的有点邪门，我不能再请他上来。我儿子是自杀的呀。那个女的，她也有阴眼。有些人不太懂得问命，仗着有阴眼可以请到亡魂，但是。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就会请错的。可能就是我儿子的声音呢。上个礼拜帮你问米的那个女人，昨天自杀了。死之前还把自己的眼珠挖了出来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她知道恶灵要上她的身，所以故意把眼睛挖掉的。
这样的话，他的身体就不会被恶灵所用。过了几天，那个叫张亚新的学生来找我，说他就是李水，还说那个女记者有阴眼，最适合做他的替身了，所以我才。阿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问米请上来的亡魂没有被请回去，那会去哪儿？那他就会在请魂的地方待着，直到合适的人接近他，给他上身。我觉得李叔请上来的并不只有李水，还有其他人。李水也是被利用的，他是故意逼于磊去十二楼的。嗯，他是让于磊进入问米女人的房子，这样就好附身了。那于磊岂不是很危险？那个恶灵应该进入了他的身体，不过还没有完全上身。如果完全上身的话，就要去当初他死的那个地方去问米，他要让于磊的魂魄代替他自己，永远的留在那个地方。那这个亡灵到底是谁？也许就是杀死李水和其他几个同学的真正的凶手。可李水为什么要帮他呢？你知道唱鬼吗？就是被老虎吃掉的人，为了摆脱痛苦，变成人的模样去勾引其他的人给老虎吃。李水恐怕就和唱鬼差不多吧。也就是说，真正要夺舍的并不是李水。你赶紧去告诉于磊，别让他睡着了。这么晚还开着灯，成绩那么烂，看多少都没有用了。
谁呀？这个拉个屎都不得安生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李水的父亲问你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一个恶灵出现，李水他们就是被他杀死的。现在恶灵已经上了于磊的身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千万看着于磊，别让他睡着了。我去，他正睡着呢。于磊一个人出去了，我现在去追他。那已经不是他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于磊睡着的时候，魂魄就已经被带走了。现在的于磊，已经只是一具被恶灵占据身体的躯壳。那他的魂魄去了哪儿？应该还在那间宿舍里，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先要把于磊的魂魄叫回来。喊魂？对了，你们家有香和生米吗？有，有，我拿去。记住，相见之前你要回来，否则的话自身难保。你千万要看好他，如果迷途撒他的话，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于磊的肉身。
没事了，你把这个米拿回去熬成粥，让他喝掉。谢谢啊，谢谢你了，我就说你一定能治好的，我老公还不信呢，非说这是迷信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人家给你道谢，好歹给张笑脸，这么多年摆张臭脸，谁吃了你的饭？衣服哪儿来的？刚买的，没多少钱。颜色这么艳，你是想勾引谁？家里的米天天没有，都被你拿过去喂那些病鬼了。说话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结婚这么多年，你有笑过吗？你能不能对我笑一下呀？啊！我不会笑，我生下来就不会笑。这些米，我拿去给孩子们了。你要是饿的话，就都吃了吧，我没关系。我的衣服好看吗？我的红衣服好看吗？哎，
我老婆原来最爱穿红衬衣，现在我带她穿，我穿就是她穿。她从来不喜欢笑，我一直搞不懂她为什么不对我笑。原来她根本就不喜欢我，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。不许动，听我说，说完了你就不动了。救过的孩子更多，但当我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帮过我。雷，雷，你快醒醒，我带你一块回去。放了那女娃，快回去。我不知道你再生的时候受过什么苦，但你不能抢别人的身体啊。我和你儿子一样，从小就不会笑。他们骂我怕我，但却没有人真的懂我。你懂你的儿子吗？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有鹰眼，那他还怎么笑得出来？你一直帮别人的孩子关鹰眼，却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也有鹰眼。你说你这是图什么呢？没想过图报，所以你救一个，我就弄死一个，很公平。大家都会问你，凭什么你有儿子？凭什么你受称赞？凭什么你幸福？我要把你救过所有的孩子全都留在这儿。你就为了这个到处害人吗？你以为我是想要夺舍，想重新做人吗？错，我就是喜欢看你们无能为力的样子，你们越痛苦我就越开心。
原来如此。你现在明白已经晚了，因为那个迷通已经被我打翻了。不仅那个女孩回不来，连救她那个男人一样也回不来。他们两个就变成了活死人，要永远在这个屋子里面陪我。要一直陪我，陪着我。老婆，你不是说会回来吗？你不是最爱穿红衬衣吗？原谅我吧，回来吧。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香快烧完了，我们永远回不去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玉雷，玉雷，你听到吗？你快醒醒啊！玉雷，玉雷。你快醒醒啊！都死了！你放屁！都死了！都死了！玉雷，都死了！都死了！跟着你，跟着你，我带你出去。跟着你，我带你出去。来，再陪你吧。走，你快醒醒啊！你死了谁血赚来啊？我还欠你几顿宵夜呢，我偷你办公室的巧克力还没还呢。玉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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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香已经燃尽了，他们还是没回来。玉雷，玉雷，你醒醒！玉雷，我们再拼一把，来！告诉米陀，我很好，不要计较，要好好活着。原来巧克力是你偷的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原本是回不来的，幸好有个男人撒米帮我们指路。一个男人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他很好，不要奇怪，要好好活下去。
那一定是我们家明仔。我就知道他只会救人，不会害人的。你们知道他们死之前为什么会笑吗？你知道吗？是这样吗？